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国杀》第一视角解说。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武将是神将之一的神诸葛亮，这个武将。这个武将也是最近刚刚获得的，因为有一个获得神诸葛亮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就买了。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武将，操作难度有，但是只要你知道他技能什么时候该用，大局观掌握的好的话，这武将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习惯以后就会变得简单。保护我方的核心，像貂蝉啊。
就是要防止内奸突然砍你一刀，所以说到游戏残局的时候，你还是要适当的保留心性的。那技能讲解就到这里，接下来还是通过一场实战，看看神诸葛亮在实战中会有怎样的发挥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神诸葛亮不能，千万不要太吝啬你的心性了，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也就是说他这个技能要用在刀刃上，用在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能吝啬。像我第一次玩神诸葛亮的时候，有点太小气吝啬心性了，结果当时我选的是忠臣嘛，主公就被砍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主公也怪我，这个确实是我时机没有把握好吧。接下来进入第一视角教学。我选到的是八号位反贼，主公是袁绍，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嘴，然后我是神诸葛亮。这个注意，袁绍组的时候你选那个罗辑的时候不能选群，因为群的话对袁绍它有一个屯牌的效果，所以我选择的是蜀。以星辰之力，其实这个不是主要的。放箭！然后我开始换牌，我怕他放箭。父亲在上，魂又江东，公瑾在旁。若要动手，天下就请先杀我吧。这里注意一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孙策。之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先注意一下。我先话讲到这里，先讲到前头，注意一下。箭支充足，尽管取用。然后小虎对他使用了魅步，有了仔细的小虎无懈可击，无懈可击，不怕你哦。这个时候钟会选择卖血，这城池我击下了，同心同德，不怕你哦。居心是看不到的，就困扶危，闪。我当时玩的时候，七星是可以点开来看的，因为盼望值嘛。这设计还是蛮好的。时机已到，过河拆桥。这是孙策忠诚的节奏啊！铁锁连环。那刘备铁锁，钟会和小虎，九火杀，不怕你哦。想九杀小虎被闪掉了，神诸葛亮这居心还是可以藏桃子啊，这种关键牌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用不上桃子的时候，你可以藏起来，轮到你的回合你可以拿出来吃掉，防止被送走或者拆掉，或者张辽这种。只要可以轮到你的回合，你就有机会。顺手牵羊，无懈可击，有这么一个长牌的效果。然后七星单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不能吝啬，因为你只是个辅助嘛。福望天恩，然后我是好汉贼，调整一下。远程复制，当时我想的时间有点多了，天下所以箭支充足，尽管取用。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虎，箭支充足，尽管取用。然后我选择火中钟会，反正可以让他增加他觉醒机会，没有合适的牌，过大物也不放了。萧墙之乱，小虎选择了魅步，是为吴国之祸啊。
剑之充足，尽管取用。先让你得意江宗子弟，不会两个拳不怕你哦。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闪！这把我主要负责的是保我们家钟会和小萧墙之乱，主要是小漠河拆桥，实为吴国之祸啊！杀！剑之充足，尽管取用。我解决桃吧，还好我留的是桃。过河拆桥，拆掉了一张沙。同心同德，救困扶危。刘备喝了酒。这个我看看周围有没有桃。结果一看没有，然后我也就不要做了。姐姐，你请我。过乱大未者，虽远必诛。这个没办法，我怕我桃子白给，那就很糟糕了。杀！主要是刘备和孙尚香的组合很烦。如果玩得好的话，借刀杀人，非常轻松的玩，可以非常轻松的，乐不思蜀，就是回血续航能力，再加上有孙策，这个点主要是在孙尚香和刘备上面。起星辰之力，诱我蜀汉。我选择万箭，万箭齐发。闪！先让你得意几天。这时候钟会已经觉醒了，我要适当的保护下他。这个八卦阵生效了，雷杀。那这样的话，钟会已经觉醒了。我选择大悟钟会。这大悟的技能还是比较强的一个防御技能。此非万全之策。给我和钟会一个大雾，两个大雾，这样子的话，除非死了一电，否则伤不了我。给我一个冰，这个很伤啊。愿成复制，与公瑾共谋天下，背水一战。这个时候注意了，孙策他觉醒了，他头上有个闪电，刚好生效。这个时候如果没逃，那就死了。万事之功可成，张昭，这就是一个机会了。本来我还考虑很难打呢，那这样的话就比较轻松了。九，先让你得意几天。那这样的话已经保了。时机已到，今日起兵。总会选择回血，顺手牵羊，捂着犬。妨碍我的人，无中生有，都得死。排异一下，杀！杀下刘备。这手总会他可以存六张牌。过河拆桥，杀一下。因为有大雾，所以不生效。南蛮入侵，无懈可击。他帮我无懈，其实不无懈也不要紧。杀！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大雾的话是可以防止除雷电以外的一切伤害，所以说他们可能不了解神诸葛这个技能吧。这个时候袁绍得一个桃子，但不知道他有几个桃子。对钟会其实也不生效的，说实话。闪电，然后又给了闪电，没生效，这个比较好。
无中生有，然后我就没有换，给自己吃了桃子。九，下回合我再保一下。火杀！当时我没有吃桃子，我留着。此非万全之策，唯惧天雷。这个时候我手上三颗星，只要能够把钟会保下来，在这段时间内让钟会输出就可以了。决斗，杀杀！其实没事，诸葛诞他血很多。同心同德，救困扶危。被选择了吃桃子，给了孙尚香两张牌。此地容不下南蛮入侵。孙尚香看看，万事之功可成。孙尚香是内奸，杀！这个大巫是可以免疫南蛮入侵的，还有万箭齐发。当然，要是有张角的话，还是不要万箭。那这样的话很明显是赢了的，如果没救下来，没救下来的话，主要是孙策那一把那个很关键。双杀，钻石战成了成，对，双杀，实不忍。你有道之师，伐无道之徒。这诸葛诞也觉醒，雷杀孙策那个，乐不思蜀。这看看我的闪电有没有生效了。东吴援兵为何还重？道则不危，万事俱备，星辰之力，先让诱我蜀汉。然后我选择大魏者，追远必诛。孙伯符。此计可保你给钟会的大物，其实不要紧，不给也不要紧。被勒住了。好的，袁绍投降了。好，这把也是拿下了胜利。这个有点不太过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那再放几把吧。这次我在那个和上次一样，在那个我心下小程序上。因为我之前用神诸葛亮是在小程序上的，相当于体验吧，然后才到路人当中玩的八人局里面。程序有点卡了，选的是忠臣，是讨汉贼，主公是曹丕，主者圣明，天帮我臣属，然后翻了诸葛亮。
赤陶汉贼，冰凉寸断，别动。好，易如反掌，易如反掌。无中生有，这种别动，放心。废于还是我的调皮男孩九杀跟我提枪上马打你个落花流水狼蛮入侵杀无懈可击杀无懈易如反掌这样看的话又有精灵要死了连锁连环再来一下雷杀进场吧我的给我翻过来翻我无主圣明还得管杀还管白这和生代码能够获得伤害杀杀曹丕我的是我的收的真快还是我的再火攻马能杀再杀杀再杀乐不思蜀乐者未成大将军阵前不足惜这王盖不是新王盖乐者换掉以星辰之力诱我出汗我先拆掉他我和拆桥再拆掉三我杀我杀下马云路带走是你们欺负人此地可保你我和拆桥雷杀闪未成大力所连珠而行西龙无水石可破冰凉不忘天恩杀赤陶汉贼桃园结义桃园一下此计可保你一时平安这种大物不多了我这把铁锁连舟而行什么东吴水师可破无中生有黄带的过河拆桥顺手牵羊仰望天恩，赤陶汉贼，胆寒入侵，死罪可免，国罪难赦。雷杀，闪，乐不思蜀，对乐不很伤。杀，好，这把拿下胜利。这些都得大家放一下吧。赤陶汉贼，曹睿祖，二号人，杀，闪，忠孰忠孰奸，朕尚能比何言臣之力，先杀，诱我蜀汉，无中生有，与我进来。九，杀，没有闪，可保你一时顺利前行。放大路。对空军战无懈可击增多了蓝蛮入侵杀无懈可击杀负我大
百万劫秒杀无懈可击，眼中生有。杀，闪，杀，雷杀，九。这个名片是可以使用的。过河拆桥。杀，闪，道不思蜀。何太后斟酒以慰，决胜，取浊元金。决斗，杀！大展宏图，就在今日。复我大魏，扬我国威，一身胆略。过河拆桥，几岁化成哪一口？乐不思蜀，蜀中苏坚，朕尚能明辨天恩，杀世好汉贼，百万元之后，为惧天雷，杀！化成的水太多，杀！先断了它，主要是打得太费劲，火杀！杀好杀的，韩当也火杀。雷杀好汉贼，这样的话，韩当也可以受伤了。自非万全之策，对剑为惧天雷，给了终身战一个大物。过河拆桥，懈可击，无懈断。我先留连锁连环，留个闪，防止九杀。杀闪，九杀闪。臣之力，诱我蜀汉。过河拆桥，我先不上大路。闪，用的太快不好。解锁连环，没必要的时候不要用大路或者狂风。朕尚能明辨。一般情况下，神诸葛亮都是用大路用的比较多，因为带火伤害的武将比较少。雷杀，大展宏图，就在今日。化成一支战马，蜀中蜀间，朕尚能明辨臣之力，诱我蜀汉。这个时候我又没有用七星，闪，留着也是有好处的，用太快的话白摆了。火杀，闪，蜀中蜀间。朕尚能明辨臣之力，诱我蜀汉，好大一股杀气呀！让我摸桃，这是华雄这么一个技能，红杀，雷杀，夺敌自重，以为己用。把马走了，杀，寒冰剑都拆掉了。星辰之力，诱我蜀汉。杀手一刀，顺手天化成了八大阵，顺走我的白银。哪里走？杀！好大一股酒气呀！化成了药入侵，复我大魏，扬我国威。顺手牵羊，杀！大展宏图，就在今日。曹睿的恢宏。你我推心置腹，岂能相负？以星辰之力，万箭无敌。曹睿有铜甲，是铜甲。有曹睿上的大，曹睿上的大物。铁锁连环，铁锁我的曹睿。雷杀，雷杀者闪。这八大阵中了。杀万天恩，九世曹汉贼，兵粮寸断。这时候我大武留下，南蛮入侵，大红杀掉，九王桃园结义，桃园中生有，吴中的血，杀，韩当还剩一颗血，你我推心置腹，胜负，岂能相负？胜负已定，是桃汉贼，好，这把也是拿下了胜利。神诸葛亮在团队主要是辅助和保龄效果，黄蜂基本上用的很少，主要是保龄。
他当输出是很华丽的，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输出能力。我是打了好多把的，所以才敢到路人里面起星辰之力去跟路人打。诱我蜀汉忠臣张角起星辰之力诱我蜀汉铁索寒当和貂蝉此计可保你大路过河拆桥。我可以跟张角配合来炸他们，无中生有。但是如果张角在对面的话就很糟糕了。这一把很明显是貂蝉，先上貂蝉，五谷丰登，接着再把庞德、关兴这把菜刀给干掉。周仓没什么用，周仓那武将呢？铁索连环，在我看来挺废的一个，乐不思蜀。反正，在团队里面不属于什么核心的武将，不惧祸匹，他不属于核心。休要再起战事，为天雷杀，弃暗投明，光耀门楣，让我来，弃暗投明，光耀门楣，要不然就弃掉。雷杀，这次我配合张角上，雷杀，驱雷特烈，唯我绝对把貂蝉给炸死了。此计可保你铁索连环所杀，呼风唤雨，这时候驱雷特。看看庞德，这样的话就很舒服了。那就先怼那个庞德吧，救过来了。杀！赤焰拳剑，不惧祸匹。我再补法豪自己。无中生有。
这段杀确实很头疼。闪！张传宇。不忘天杀，誓逃汉贼。结果没有。杀！闪！现在没闪。左杀！闪！庄角钻石。杀！不忘天恩。结果又没有。誓逃汉贼。第四人。雷杀！闪！臣之力杀，诱我楚汉。杀，闪！不忘天恩，誓逃汉贼。过河拆桥，谢可击。杀，闪！杀，闪！此非万全之策。雷杀聚天雷，万箭齐发。雷杀，雷杀之策，休要再起战事。天雷，不忘天恩，誓逃汉贼。顺手牵羊，无懈可击。九，杀，闪。无中生有。杀。皇叔为何不听我之言？这把也拿下了胜利。诱我蜀汉，无懈可击，无懈可击。杀！破阵杀敌，元帅犬马之劳。关平太子，以星辰之力，诱我蜀汉。但我如何以无用之力串其所需？杀！无效计降杀，龙吟正步。精兵拒敌，侧手如山，万箭齐闪。民不足食，何以养军之策？我有大力雷动，天雷无懈可击，无懈杀。三人成虎，事多有。善摇的姜文。过河拆桥，铁索连环，火杀。民不足食，何以养军？伤人害己，慢着，让我来。弃暗投明，光耀门楣。多推受，有个受伤的。顺星辰之力，诱我楚汉。张三华是很好的，克制神君主的怒。无中生有。所以张三华有的时候确实很坑爹。雷杀，铁索连环。方策精详，有备无患。过河拆桥，雷动。有情者伤人，雷杀。有情者伤人，有情者伤人，有情者伤人。张三把三四连起来的话，还是很强的。杀。无情者伤人，但我如何以无用之力？换其所需，无中生有。杀！不忘天恩，杀！誓逃汉贼。当时有手套，何以养军？非万全手套，这桃子应该给他。别动！杀！弃暗投明，光耀门楣，光耀门楣。那个在边防守的。不忘持续传入去，暴力之气伤人害己，无懈可击。杀！慢着，让我来。此非万全之策，一招杀一聚，精兵拒敌，侧手如山。杀！弯平地的弯平阵，有情者自杀。顺手牵羊，铁索连环。杀！打一次三百，可伤敌一千。借刀杀人，无懈可击。
做工。湖中商有百者，可伤敌一千。乐不思蜀，休要再起战事。乐不思蜀，不忘天恩，我杀誓讨万贼敌，愿献犬马之劳。此非万全之策，关平上的围顺守天涯。天雷，无中生有，跪下受降，饶你不死。兵粮寸断，兵粮了，过河拆桥，拆掉。铁索连环，这样的话只剩下我和郭乐不思蜀，方策精详，有备无患。这个马良这个乐正，现在呢先杀马良和郭槐。我杀，破阵杀敌，愿献犬马之劳。五谷丰登，让他多吃多出了一张杀，杀闪，所以再杀，这次有闪，雷杀，星辰之力，笑气强，又为小汉，乐不思蜀，乐马良，破阵杀敌，这时候我就绝对和你肩了，无懈可击，无情者伤人，此计有可保你张春华上马力。九杀，姜维。内奸死了，这时候开始收拾马良。铁索连环，谢可击，三人成虎，事多有。雷杀，闪，无情者伤人，有情者忘天恩，誓讨汉贼。这时候我已经没有力了，几乎没命的。这时候的神珠者就是白板。三人成虎，是多少红玉心闪，取胜千里之外。决斗，暴力之气，伤人害己。慢着，让我来。此非万全之策，为惧天雷杀。杀杀马良，想要留一个桃子。顺手牵羊，无懈可击，白可伤敌一千。杀，但无情者伤人。过河拆桥，散摇破敌，兵粮寸断，自破。张春华，其实张春华被兵粮没什么用，只要他连了起来。皇叔为何不听我之言？马良死了。乐不思蜀，可伤敌中身有白，可伤敌一千。决斗。好，这样的话拿下了胜利。虽然说我的心用完了，但是团队的胜利才是胜利。毕竟我神珠的样子是在辅助嘛，只要能够赢就好。以星辰之力，曹丕九擒张成，九雷杀，曹丕九杀了刘成，以星辰之力，夺太后给我的九。真不铁索连环，先把他们两个连起来。决斗，决斗流程。弃暗投明，我们要门楣。好来，慢着，让我来。弃暗投明，还好马良是真要门楣。此计早在今日，何必当初？过河拆桥，无懈可击。铁索连环，乐不思蜀，休要再起战事。暴力之气，伤人害己。马良被乐中全弃掉，要不然很厉害。这是马良的邪目，每当你成为其他角色的黑色牌的目标，可以弃置一张杀，并摸两张牌。这应该是老版的马良吧？那牌没变，你可以获得其他角色打出的杀。过河拆桥，无懈可击，无懈可击。何太后的也不对。杀，闪，一刀杀人，我杀，九，刘成有一九，此刻在此。
唯有决战，安能言降？战，安能言降？杀！夏侯这武，这武以星辰之力，怎么用我打个干我？杀！慢着，让我来！暴力之气，伤人害己。依我看，小事一桩。无言对白，我翻过来，九跪见仙子弟。可保你救下马良，给了马良一个物，我有红河拆桥，杀胆杀曹冲，我个人觉得最后杀的好，卖血望天恩，杀世朝换贼，此计可保你一时别色天欢，这物还是要省一点。吾生于清浅，德生于卑贱。毕竟咱爹爹，决斗，休要再战保护队友，这是他的主要任务。光耀门楣，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他被收走了。雷杀，雷杀住下吴风筝，五谷下兵王铁骑，我拉火杀。三方为我，如此如此，敌军四方，无中生有，杀！兵粮寸断，休要再起战事。南蛮入侵，杀！慢着，让我来！杀！慢着，让我来！休要再起战事，杀！慢着，让我来！杀！暴力之气，伤人害己。火攻，掉一颗血。望天恩，火杀，是朝篡贼。此非万全之策。在上的雾，为惧天雷。没了，没有兵柱。借刀杀敌，顺手牵引。顺手。闪。雷杀。万死虎。开言纳谏，社稷之福。休要再起战事，杀！休要再起战事，闪！我看还是老板的这马良比较强一点。雷杀！雷杀！忠孝不能两全，管杀还管孩儿，顺手牵羊。雷杀！伤我者十倍奉还。闪！先杀夏侯，这不用说。顺手牵羊，杀！夏侯来，管杀还管来。五谷丰登，我选择救。过河拆桥，很明显直火曹冲。我的作用已经变得小起来了，这就是神诸葛亮这么一个特点。他到游戏差不多残局的时候，他的作用就比较小了。你不能说他没有，因为哪怕是白板他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只不过比较小而已。而神诸葛亮在后期他的作用比较小，因为他的发挥能力有限。乐不思蜀，无中生有，就是这么的情况。拿到了桃核决斗，这个没乐正，决斗无懈可击，杀！曹丕让我无懈战，给我翻过来！这曹丕的操作还是很乱的。朝换贼，雷杀，闪！然后给我上大雾，杀！
拆桥。雷杀，闪！此非万全之策。这个时候，我的气势已经用完了。依我看，小事一桩。杀，闪！冰凉寸断，给的冰凉。留的酒，被冰中了，火攻一下，好，这把拿下了胜利。那今天这一期神珠的人第一视角教学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视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还请大家在评论方留言。如果我打不是很好的话，还请大家也不要喷我，我玩的也不是很好，就是想分享一些我对这个游戏的想法心得体会。谢谢大家支持，下期再见，拜拜。祝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